是比较偏那种宽裤系列，然后这件的话它一样也是，它是有弹性的。哎、欸，今天弹性我刚刚穿超大的哎、欸。对，它连腰这边都有弹性，而且它这边的宽裤它是做那种宽版，然后是有两个排扣式，对，然后有口袋一样，它也是有那种压纹线。那裤子的话呢，它是有分尺寸哦，它有分尺寸。然后我觉得像这种的话，你就是其实搭个小白鞋，小白鞋其实也很好看，所以其实不用搭靴子也可以，就让它变成落地裤的感觉。尺寸它有 S M， 但我也可以穿 S， 但我觉得也是可以 S。它不是弹性很大，对，它是弹性大，不是版型大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平常你们都可以来试穿，我觉得很显瘦。裤子这一件也很好看，它这边是有弹性的哦，对，它是偏向那种弹性棉的那种材质，而且它。所以我觉得它做两个扣子，我也很喜欢这种两个扣子，比较高腰一点，比较包肚子。而且它的那个腰，它裤头的部分它是做宽版的。对，裤头做宽版的话，会还蛮收那个腹部的那种感觉。没错，很有安全感。对，很有安全感。然后我觉得像这样配也很好看。裤子的话，这件裤子你看哦，我觉得它特别扎进去给大家看，它这边就是做那种宽版的设计，而且它是有弹性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件的话，它看起来真的是还蛮显瘦的。它是宽版，这边是做宽版的设计。